我们支持两岸文化交流的政策没有改变啊。那么对于这在大陆进行的一些营业性的演出活动啊，有关部门一贯是依法依规管理啊，为的是引导更多的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啊。同时我们也鼓励支持演艺人员自觉弘扬行风艺德，不断提高思想品德的修养、职业道德的素养和人文艺术的涵养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，做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谢谢。